Time is going by so much faster than I. And I'm starting to regret not spending all of it with you. Now I'm wondering why I've kept this bottle inside. So I'm starting to regret not selling all of it to you. So if I haven't yet, I've got to let you know, you're never gonna be alone. From this moment on, if you ever feel like letting go, I won't let you fall. You're never gonna be alone. I'll hold you till the hurt is gone. Okay. And who will receive? Okay, one. 欢迎收看我们在广州天河体育馆现场为您转播的2013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五个单项决赛，在今天下午这里将先后进行女子双打、女子单打、混合双打、男子双打和男子单打的冠军争夺战。世界羽毛球锦标赛从1977年开始创办的，到今年已经是第20届的比赛了。在第一场的比赛当中，我们现场请到的是曾经在2006年获得世锦赛的女子双打冠军，2004年雅典奥运会女子双打的金牌得主张洁文，也是广州本土的选手，家乡人，和我们一起来关注接下来马上要进行的中国队王晓礼和于洋对阵韩国选手尹慧媛、张怡娜的比赛。现在双方队员还在场上练球，大家现在画面上看到的是来自湖北的王晓礼，他和于洋的排名一直排在世界第一。这对选手是在2010年亚运会之后开始组合正式参加比赛，结果他们配对之后马上就在当年的香港公开赛上夺得冠军。在此之后，从2010年年尾到现在已经有2年半多的时间，将近3年的时间，几乎是外战不败。在重要的比赛当中，他们对国外选手的失利只在一次韩国公开赛当中曾经输给过金民珍和何真恩，也是输给了韩国队的选手，其他的比赛他们只会输给队友，几乎是只会输给队友。这次韩国的年轻选手1989年的张怡娜和1991年出生的尹慧媛两个年轻选手，他们在本次比赛里边实现了韩国女双在近14年来的突破。上一次韩国队能够杀进世锦赛女子双打的冠军争夺战，还是1999年的世界锦标赛，著名选手罗景民和郑在喜是进了决赛，但是当时输给了葛飞和郭俊。张洁文这个参加比赛的时候，我看了一下当初那个世锦赛的每次决赛的交手哈。基本上就是你和杨维，然后高林、黄穗、魏一丽啊，这个赵婷婷啊、张雅文啊，就你们几个混来混去，就是不是你打他就是他打你，基本都是内战。但是这次比赛是中国队要面对韩国队的挑战，你觉得这种心理上还是会有一些变化吗？其实会了，因为可能自己打自己的话会更加放松一点，而且因为互相的球路会比较了解嘛，可能那个打起来拍数会比较多一点。但可能如果对着韩国队的话，第一他可能就我们中国队于洋、王晓礼他们可能心理上的压力会更大，所以他们，但实力上来说啊，我觉得我们这对中国选手还是很有优势的。没错，反正我觉得只要他们把心态就是放好，就是按照他们自己的打法来打的话，我觉得其实没什么太大问题吧。但心理的这种影响还是会影响比赛进程，像昨天晚上的半决赛他们对阵丹麦选手比特森和朱尔的时候，还是能够明显感觉到，当只剩一对女双的时候，我们还是头一次碰到这种情况，还是会有心理上的影响。今天还是得看开局，双方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担任今天比赛的主裁来自印度，发球裁判来自克罗地亚。在屏幕下方的是中国队的王晓礼和于洋，在屏幕上方穿着蓝色上衣的是韩国选手张怡娜和严慧媛。第一局比赛，于洋先发球，严慧媛接发球。这球韩国队判断失误，球界内。
我们说一个是，这是中国队的两位教练，左边的男教练是刘勇，也是过去中国队的男子双打和混合双打的主力，混双的世锦赛冠军，在旁边的是女双一直以来的教练员潘丽。这是韩国队的教练员李宗秀，感觉那个颜慧媛在防守方面其实她的变化还是很多的，她不会说一直顶后场，她是以拐两边，就是分两边为主。其实她这个颜慧媛刚才你说的这点，我觉得和当年杨伟也有点像。对对对，所以我感觉看她打球有点看到杨威当年的那种感觉，因为他是感觉他防守是一直是分两边分的比较多，就你一旦杀到他上，他回来的球就不知道你下一拍很难连得上。对，推底线强网，于洋的这个跑动还是非常快，这球是挡对角，但是球没有过来。其实竞技体育呢要好看，就是我们必须看一些有天分的运动员的表现，你像于洋是比较有天分的一个运动员，一个比较天才的运动员，但是呢在过去这么多年女子双打上，好像有天才的运动员都出现在中国队，就显得单调了一点。这次比赛我觉得颜慧媛还是体现了一些她的手上的天分。其实我觉得，就是作为韩国队来说，我觉得其实当年他们的李孝珍，没错，我觉得其实也是蛮有天分，但是他是比较神经质的一个队员。王万里和于洋在开局是4-2领先，两位选手呢已经是经过多次大赛的比赛了，所以在决赛的这种心理状态的把握上，还是比对方两个年轻选手要更有经验一点。颜慧媛有个弱点，她可能这个力量的问题，在正手中半场球抽对角，她经常是不到位，不过对方的头顶。其实我觉得她这种完全，他的特点确实跟就是杨伟很就是比较像一点，因为他的球不会说特别实在，但他的球的变化会比较多一点。等这次比赛完了，跟杨伟说一下，现在出来一个小杨伟。现在就是颜慧媛发球，王小李接发球。其实这名选手在过去呢，很多比赛把他翻作尹慧媛，因为现在也不太有机会接触到这个现场。其实有的时候应该对韩国的运动员都应该每个人去问一问，让他们写一写自己的名字。对对对，他们自己都会写中文。对，必须他自己写出来的中文，因为他们的拼音是音译的嘛。于洋在后场，还是中国队进攻，好机会，但是颜慧媛把这球防起来，连续防，于洋的跟进还是很积极主动。于洋和王小李就是他们两个人的这种速度，在女子双打的选手里面还是占有很大的优势，非常明显。对，而且他们两个进攻的时候位置贴得很紧，所以感觉好像就对方拐他，好像球总是出不去。他们俩这是这两年比赛可能对手对他们还比较适应了一点，那时候11年11年刚出来的时候，国外的对手完全不是，就是完全没法打。那你觉得，我们都觉得颜慧媛跟杨伟比较像，那你觉得张怡娜跟你像吗？
还是很大的区别吧。我觉得你们俩区别还是挺大的。对。推底线的质量非常高，几乎推到死角。这拍他跟进的非常好，打的也是很有思想。这球就是打连贯。这一届的世界锦标赛呢，是奥运会之后的一个新的奥运会周期啊，尤其对于这样一个奥运项目来讲，啊，它都是围绕奥运会来进行这个一个四年的球员的更替。在这次世锦赛上是奥运会伦敦奥运会之后新奥运会周期的第一年，在本届世锦赛上啊，很多项目是老将当道，但是也有一些项目呢出现了一些让人眼前一亮的年轻选手。我想严慧媛在这次比赛应该是一个韩国队的一个新星吧。对，而且我感觉这两场球打下来，无论是今天这场球他的结果怎么样，但我觉得对于他来讲，他的信心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进步吧，因为他会觉得从这种大赛里面他得到了锻炼，而且我觉得他这个整个出球的一个因为变化比较多嘛，其实很多时候都会给对手去造成了很多难度，所以我觉得这无形中也是给他自己的一个打法的一个肯定吧。虽然他的实力不是很强，就像讲的没有那种特别实在的一般板球，但他拐来拐去这个球路比较丢尊。严慧媛发球，王小李接发球，而且他手上的感觉不错，有时候他这种位置没有到位的情况下，手上的控球还是比较有谱的。对，严慧媛在后场，张一娜拦掉收掉，就是严慧媛她这个后场球她的变化非常多，她有时候平高球打给你，有时候劈掉，有时候又杀一板。对，而且她往往有时候她的那个进攻她不是很凶，反而对方有时候会感觉不太好借力。对，其实韩国呢，它是双打方面一直非常有传统的一个项目。女子双打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的时候，曾经产生了非常多的优秀的运动员，真是一个天才扎堆的一个时代。但是后来，特别是在罗景民之后，就是一个再到李孝珍，就比较孤单。这个双打需要一个有两个人水平都比较高。对，而且李孝珍之后韩国队也没太出天才运动员，虽然他们的训练手法可能没有什么太多变化，但是这个运动员的天分在竞技体育上还是很重要的，必须要天才加勤奋，就勤奋是肯定的，每个人都要勤奋，在大家都很勤奋的情况下就看你的天分。对，所以我往往会觉得如果有天分的运动员他可能走的高度会更高一点。对，其实竞技体育就是欣赏天才，为什么大家愿意看乔丹的比赛，就因为他是天才，一般人做不到。李慧媛连续封网，张一娜再一个收掉，张一娜在后场杀中路，王耀礼还是过于洋还是过渡，王耀礼下压，哇，这一拍攻的比较勉强。对，而且他那点刚好就是攻过了一点点，刚好攻到张一娜的手上，他可能是想杀中路。对，但可能因为自己位置不是很好的话，他有点没攻准。那现在比分双方打成了8-8平。其实对于半决赛韩国的这队选手能够突破田青赵云雷这一关，一个是田青赵云雷现在已经不是原配的搭档，就是在奥运会之后进行了重新的组合，但是也应该看到确实韩国的这队非常有特点，他们也是在奥运会之后通过一些公开赛
开始展现出了取得了一定的比赛的经验。那这次比赛签运也比较好，除了田青、赵云雷之外，之前没有碰到特别强的对手。进入半决赛之后，他们的状态也出来了。突然一个滑板吊直线，漂亮。相对而言，其实于洋、王小李就是打的实力，就是这种速度实力。对。于洋发球，严慧接发球，10-8。顶到后场，劈掉，还于银会员还是抢网，他们的两个人配合出现一定失误，11-8。中国队领先到了第一局的间歇。大家现在看到的是在广州天河体育馆进行的2013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决赛。本次比赛呢是从8月5号开始到11号，一共是7天，进行了各个单项64个签位的比赛，一共是6轮的比赛，进入了最后的冠军争夺战。今天的5个单项顺序，首先是女双，然后是女单，然后是混合双打，再然后是男子双打，最后是男子单打的决赛。首先大家看到的这一场是王小李、于洋中国队的选手对阵韩国选手严慧媛和张一娜的比赛，第一局是11-8，于洋王小李领先。今天在现场和大家一起看球的是奥运会冠军也是世锦赛的冠军张迪文。挑起来，挑对角，好球，反击，漂亮。这个球通过在底线拉开对手呢，把对方的位置拉开，造成对方底线被动的过渡，球的质量不高。而且往往左手人的反拍其实是比较薄弱的，所以他这个球张一娜是基本上是没有办法会回到很厚的地方。嗯，而且感觉今天中国队一上来他们就选择了一个逆风的一个场地，因为可能对于他们来讲，就双打来讲的话，其实逆风这边会比较好打一点，所以可能先拿一下一局了，对于他们来讲可能心理上各方面都会好一点。没错，跳边也挺重要的。这个球攻的比较长，攻到追身的位置，杀的落点也挺高的，造成王小李比较难接。韩国队进攻和王小李的这进攻不太一样，就是他的整个这个实力不够，所以他们需要靠连接，再一个就是落点的变化。现在还是13-9，张一娜发球，于洋接发球。说半场下压，劈掉一拍再杀，于洋王小李耐心的防守，打一个对角，用对角线拉开对方。
这球是打得漂亮，但是可惜最后手上还是要求质量太高了，失误。感觉今天韩国队跟玉阳王小李打，我觉得他们就是很明显就是知道对方实力特别强，所以他们一般都是打拉开，然后调动对方，然后就是用自己的那个多变的一些球路啊，尽量可以跟对方打多拍啊，然后就尽量争取自己有多一点的优势吧。对，发球为例，这次比赛基本上在偷后场的时候，很大一部分的球都会被裁判判掉。其实裁判这个做世锦赛的裁判，尤其前两轮是挺辛苦的，他们在每天的这个比赛结束之后还会开会，裁判长会跟大家来统一这个执法的标准，尤其是在发球上面。其实韩国队的心态比较好摆，不像玉阳王小李，多少还是背着一点压力吧。对，毕竟韩国队也是年轻选手嘛，而且也是这么多年来第一次进入决赛，其实对他们来讲已经是一个很好的成绩，已经突破了。对。臭对角。于洋强王，这个对角拐得不错，就是他的球感非常好，对，而且他特别清醒。于洋杀，连续好球，可能在赛前应该也有一定的准备，像这个球对角线去攻张一娜，这肯定是赛前有准备。对，而且他们肯定也就是分析了他哪一个点可能他攻他这个位置，然后他就肯定会摆直线，然后小杨王小李再往前，他就会封好这个点。没错，对对方也是做了一定的研究。中国队的这种强大还在于就是整体实力哈，就是一队或者一名外国的运动员连续战胜我们几名选手之后，我们有很多的教练组、教练和队友啊，一块儿去研究对手，给出主意。这个情报工作和赛前的准备，是其他队无法达到的。对，毕竟我觉得其实在双打这个，因为它有一些固定球路，而且特别是像打球，你也知道有一些点，其实我们也只能出那个地方，虽然知道那个地方不行，就是从那个地方被人打到。但是他就打到你这个点，对，你没有办法，你是很难受，没办法，所以这些都是他们需要研究的。12-17，严焕元发球，于洋接发球，劈掉滑板，对方还是把球防起来，还是王小李在后场重杀，球出界。比分到18-12。反击的线路不错，利用对角线，但是王小李过度的非常有质量。
出界。因为于洋方向里在韩国这一队选手半决赛胜出之后，可以明显看出今天在进攻上的线路他们是做了充分准备。对，而且我感觉他们跟那个田径跟赵云磊昨天最大不一样的就是他们今天的整个位置压得很紧，就他们不会脱节，就感觉玉阳打完了王小李下一拍会贴得很紧，然后王小李打完了玉阳也是一样的，所以感觉韩国队就其实就会没那么多漏洞可钻。对对对，所以韩国队会有些急，他防着防着他就想去抢攻。这球再次出界，这次比赛由于有画面上从右到左的这个侧风，所以在左边的这条边线上出界率是非常高的。下了一个中路结合步，不过于洋王小李还是有现在七个局点，20-13领先。还是杀两个人中间出来的机会。好像今天玉阳王小李的这个中路的分工还是有点不是特别明确。那第一局的比赛，玉阳王小李还是一直压着对手，取胜的机会是很大的。就看第二局换边之后，风向会变化，他们成顺风的那边，是不是还能够在场上继续顶住？当然在顺风那边他们的进攻威胁会更大。对角线推半场，对方没有回过来，21-14，于洋王小李是胜了第一局，1-0领先。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到比赛的现场。云南白药气雾剂，邀您一起观看精彩赛事。先喷红瓶，冷敷镇痛；后喷白瓶，持续疗伤。有伤有痛，就用云南白药气雾剂，动起来更精彩。红牛携手 CCTV 五邀您共赏羽毛球精彩赛事。红牛携手 CCTV 五邀您共赏羽毛球精彩赛事。你能马上回来吗 ？OK， 2分钟。人生或是一次勇敢的探险，或是虚掷光阴。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红牛维生素功能饮料。手机用户发送数字九到16669999185参与短信互动，或从软件市场下载央视互动客户端免费参与抽奖，将有机会赢取洋河蓝色经典提供的天之蓝大礼盒与千元现金大奖。观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们在广州天河体育馆现场为大家转播的2013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的决赛。本次比赛从8月5号开始到现在已经进行了7天，到了最后的冠军争夺战，在今天天河体育馆内一块场地将会进行5个项目的决赛。首先进行的这是女子双打的决赛。在世锦赛的历史上，女子双打已经到这一届是20届，在过去19届只有3届比赛冠军不是中国队，除了1977年和1980年，当时中国羽协还不是当时国际羽联的加盟协会，所以没有参加那2届世锦赛之外，在后来的这么多年只有一次是韩国选手吉永雅和张慧玉夺得过冠军，其他的时候冠军全都是中国队的，而且绝大多数还都是冠亚军都是中国队的。今天这场比赛于洋王小李对阵的是韩国的年轻选手严慧媛和张怡娜，对方的两个人都是很年轻的选手，一个89年出生，一个91年出生。不过在决赛里边，第一局明显的于洋王小李准备的非常充分，在队友半决赛失利之后，对这场比赛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
那尽管对方打得也不错，打得也很漂亮，但是岳阳王孝礼的实力还是明显在对手之上。这种实力就是我的每一拍的球速、落点、这个到位的这种质量都很高，造成你没有办法。对，而且还有两个人互相之间的一个配合。他们俩就像这个跑百米的那种选手，跑得快，我就是比你跑得快。你没有战术，你快，你再有战术也没有我跑得快。对，当然他们也不是说没有战术，就是这接近于那种感觉吧。但他们因为他们的打法，我觉得会更加全面一点，所以你就是无论可能安排他什么样的战术给他们，他们会比较好的贯彻。两个人的个人实力、个人能力都是很突出的。对。所以这对组合在过去这些年确实被称作无敌组合嘛，他确实是一般的很难突破他们。把对方拉开，转入反攻，自己跟进，根据连续推压张一娜，造成他这球已经回不过来了。主要在进攻上今天打得非常非常顺，两个人配合非常好，所以没有给韩国队什么手中反攻的机会。玉阳一个发球又被判了过腰，这次世锦赛的这个裁判呢，一个是在裁判上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对发球的判罚非常严，过腰过手，再一个就是这次的丝线，其实羽毛球比赛里边丝线非常重要，就是看每条线你是否出界，所以这次比赛很多高水平的国际级裁判都是做丝线，比那个椅子上的级别还要高的裁判在做丝线，而且这次比赛呢有10位国际裁判，国际丝线就是不是中国的丝线员，他们在今天的决赛里头可能就各个位置上这个国际丝线就会比较多。因为其实我会觉得往往其实当丝线其实还不太容易，因为我们以前自己在国家队打比赛的时候有时候自己当丝线，然后反正自己比赛的时候说人家没判好嘛，但自己其实会走神，我觉得这次比赛大家可能可以注意看一下，就在各个位置上的丝线有很多都是国际裁判，而且昨天有听说咱们有好多多次执法国际大赛的那些国际级裁判这次都当丝线的时候，也确实感到这次的赛事组织起码说蛮专业的，因为他知道哪个岗位上是非常重要。感觉第一局好像中国队拿下来了以后，感觉整个场上的那个气势感觉都不太一样。对，这就像你前面说的，他因为我们连接的非常紧嘛，两个人没有什么漏洞可以给对方，他打着打着他就觉得没有办法，也就没信心了。4-7，严慧媛发球，接发球放往前，推对方中路，打在了拍框上，没有打准。
这个小姑娘就是她的心理素质还是不错，别管面对的是谁。哎，而且他确实特别敢打，这种球其实玉阳已经是整个人压在网前上，对，他还是敢回放一个，而且质量还是蛮高的，但后面那个球确实没打中，也就扑那下没打中。这种球员就是属于那个咱们中国话说的假以时日不可小看的队员。对，说到这个假以时日，就是说他现在还不行，现在他只是表现出这种潜力。不过韩国女队这几年也不错了，2010年的尤伯杯爆一次冷门，这一次又突破一次，14年以来终于打破这种尴尬的历史，不然女子双打这个项目就基本可能全运会比这个还难打一点。对。但我觉得其实这样真的对这个女双的一个发展还是比较好的。对，连续放网还是放半场，造成对方起球，王孝礼在后场劈掉对角，没有机会过渡一下。哇，张一娜呢，就是在半决赛就体现出来，她利用这种身高，她这种劈吊，非常贴网。因为刚才张建文说的这个，如果能够让女双对抗更激烈，就是昨天听到一句话，说军火商最怕的就是世界上没有敌人的存在。对，因为我会觉得，因为以前你想一直都是中国打中国，所以其实大家都不太关注这个项目，好像都觉得赢了是正常。界内这个球，像他们这个年龄的队员能够在防守当中出球，他能够建立起来一个拐来拐去这种意识，就是我利用线路的变化来限制你的速度，这挺不容易的。对，而且我感觉他们这一队确实是改变了好像这一段这那么多年来那个韩国队的一个打法的特点，因为韩国队好像一直都打实力啊，然后打攻防啊，但他们确实他的球路上面的变化各方面确实是有一个很大的突破，比较靠巧。这个是劈掉了，往前对方两个人中路也是非常好的一个点。那看到这一队的表现，怪不得金明珍和何正恩那么早就退役了，打完奥运会就退役了。雷还是把比分追上来，8-9，没崩溃，就刚才已经7-3了吧，7-2、7-3，没崩溃。因为我觉得可能对于他们来讲，他们其实也没有想，我觉得他们其实没想过会要赢这场球，只是觉得可能怎么样打得更好看，多打一分是一分，对，多拿一分是一分，能拿一局是一局，所以也是这种心态吧，我觉得。这球他没有打准，也是没有压下来，抢的点还是被动了一点。10-8，于洋发球。这边就是有陷，这边就是一个陷阱，不小心就掉下去。对，因为其实在顺风那边确实它的一个是底线，然后一个是这边的边线，确实是不好控制，你要顾忌的太多了。对，9-10，
对放网的意图也是比较勉强，其实人对方人已经在前面了，已经在往前被对方推一个半场，推在腰上，10-10。所以往往会觉得顺风特别难打，就是在这一点不愿意起球，对他的那个，因为你底线的战术没有了，然后对方其实很明确就是往前压。现在11-10，韩国队领，中国队领先一分，到了第二局的间歇。今天的比赛顺序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大家首先看到的这是女子双打的决赛，然后是女子单打决赛。第二场女子单打决赛是李雪瑞对泰国选手拉查诺，然后是混合双打徐晨马进对印尼选手艾哈迈德和纳希尔，第三场男子双打鲍伊摩根森对亨德拉塞提亚万和阿山的这对组合，最后是男子单打决赛林丹对李宗伟。往前连接非常快，这个是像第一局所提到的那样，所担心的那样，在第二局换边之后，王小李和于洋还是遇到了相对多一些的困难，所以感觉他们第一局选了逆风，我觉得也是蛮对的，起码先拿着一局，漂亮。机会，哎呦，确实他的那个分球让那个于洋有点不太好封这个球，就如果你说硬顶出去的话，于洋会拿得很舒服，他这样分一下的话，因为于洋从移动当中他再去封这个球，他可能就会失去重心。这个球发球的质量很一般，发得太高了。于洋接发球推压，他们好像对着于洋发球，他都被于洋就是判断到那个时间，这时间点掌握得非常好。于洋这次打成了，他真是于洋冲上来他还敢放，对，而且可能也是因为他手上有点动作，有时候于洋也不太敢说整个人上去，还是有点就是要顾及另外一边。韩国队反超13-12。这又到了这个应该是王小林绑手上这个一个绷带松了，而且顺便破坏一下对方这个拿分的节奏。但是在刚才这个暂停的时候，韩国队两个队员都站在底线听李东秀又在现场指导，李东秀几乎就跟遥控一样，就告诉你们每一拍都怎么打。一般的可能爱好者或者普通的观众不太知道李东秀是谁，虽然他没有朴柱凤、金文秀和何泰玄、金东文那样有名，但也是非常优秀的男子双打选手，而且他还是釜山亚运会男双冠军。冠军、对，他们悉尼的成绩也比金东文、何泰玄好，只有到雅典的时候是金东文、何泰玄拿了冠军，就是他们的二双成绩一直都比一双好。对，
球挡得漂亮，那确实不得不说他这种连贯意识确实很好。对，因为他们就是可能也知道自己的球不是说特别凶，所以你看他是分完一球马上，对，你看他这个球马上准备 了，对， 你再给我我肯定就管了。对，他们其实他们的想法就是打连贯，他根本不是想着说我一两拍把你打死，我这拍给你就是下一拍我就要往那边拐。对，有点在，就是他的防守比韩国队以前李宗秀带队之前的好多那个队，我觉得他们防守上更有这种攻击性的和摆脱的这种意识。对对对，以前就是他顶死顶，对对对，以前就是挑两底线，就是死顶啊，就是那种。13-15，王小李岳阳落后2分。王小李发球，哇，漂亮！还有王小李再杀封王，哇，这球我女选手能打出来啊，真是。哎，他这个球让我想起当年的李静源，嗯，因为当年李静源有时候也是会，我感觉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捞过去，就随便感觉呼一下过去了。来看一下啊，哇，这已经后边得分的这一下了。不过往往我觉得进攻的时候就这样啊，你好像连续几拍感觉快要打死的没打死对方，可能到最后就是 你自己一断。对。16-13，这下出界了，这球。其实很多人在听我讲球的时候，都会觉得你怎么不站在中国队这边啊？刚才就前两天还有一个现场的观众说，我觉得你说的挺好的，但是我估计李永波不太爱听。就是其实这种，我觉得对这个比赛吧，我觉得真的谁赢谁输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打得好看。韩国队这一局领先，第三拍连接的很快，这王小李推的一拍质量就很一般，对，就有点勉强的感觉。这次比赛呢，在前面八强啊、四强啊，都是有很多选手，创造了自己的最好成绩，像西班牙选手进入世锦赛八强，越南选手进入四强。想发一个外角，结果这个球是，这种球其实有时候很难，因为你那个力量一直在发一号区，你突然想发一个外面，你这个力量掌握不好，对，挺难发的，而且再加上他现在处于逆风的位置，就更容易短球。哇，真敢放！不过他往前确实拿得很大胆。这就是天分，其实有很多时候。哎，确实他，你看他没打完一个球就跑到后场去，对对对，就赶紧去听听最新的机密。不过确实也是，有时候在场上打的时候，肯定还会不多不少有点，就是头脑还是有点发热，然后就不太清醒。旁观者清嘛，肯定是教练最清楚的。没错。但是这个运动员已经需要在场上头脑要清楚，有时候别人你如果头脑不清楚，教练再怎么说你听不进去了。对。15-19，王小李发球，张怡娜接发球。
多拍机会，底线有点犹豫，确实非常敢放，反拍杀球，再拨往前，滚网球，于洋挡了一个滚网，16-19，还有机会。不过确实感觉今天颜和元确实蛮敢打的，整个往前球成他的表演秀了。对，我觉得可能也是经过昨天那场球的胜利吧，然后就因为自己得到一个充分的肯定以后，信心就会不一样。有穿着中国队球衣的这个小球员，我觉得广州的球市非常，还是确实非常好，可能跟广州它改革开放比较早，经济发展比较快。你像我也抽时间到隔壁那个天河体育场去看了一场广州恒大的那个足球比赛，足协杯。我最印象深刻的一点是，现场很多观众都穿着球衣，穿着恒大的球衣。我觉得这个还是你首先你得到这个经济实力，因为这种运动服还是好几百块钱一件。一般的收入可能还不太愿意出这个钱。当然这次呢，中国队球衣赞助商也是在天河体育馆外边每天都在搞球国手的这种签名售货会吧，可能也有很强的促销的作用。对，反正这次感觉还不错，因为后面有一个嘉年华的一个活动嘛，反正里面各个孩子，然后还有一个像我们广州队也是有一个历史的一个宣传吧，反正觉得可以让广大球迷来感受一下吧。对，好，韩国队举点，这比赛要进入第三局了，切外，这个点基本上一挑就接完。看于洋王小李能不能顶住，这个球要是翻回来也是一个不小，也是一个奇迹，难度也是非常大。啊，中国队两个人，裁判提醒应该是于洋发球。第三拍拿得不错，这就发到对方哪个点之后，王小李提前知道对方会推对角，18-20。而且应该说，其实于洋的他的整个发球的质量还是很高的，就对方其实不好推。来，看能不能经受住这个考验。第一局是拿下，第二局一直落后，18-10。接发球的是颜慧媛，这球发的质量一般，因为还是关键啊。21-18，韩国队扳回一局，双方打成了1-1平。那么广告之后将会进入双方的决胜局比赛，我们稍后再回来。云南白药气雾剂，邀您一起观看精彩赛事。先喷红瓶，冷敷镇痛；后喷白瓶，持续疗伤。有伤有痛，就用云南白药气雾剂，动起来更精彩。匹克 TP9 战靴，搭载梯度加速科技，为脚掌施力重点提供高弹力反馈。TP9 就是速度 ，NBA 官方市场合作伙伴匹克。羽毛球世锦赛赛事转播由中国劲酒为您呈现。朋友不在酒量，在体量。少喝一点，为健康。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劲牌公司。怕上火，更多人喝加多宝。中国每卖10罐凉茶，7罐加多宝。怕上火，喝加多宝。
啊，各位观众，欢迎大家回到天河体育馆的比赛现场，继续来欣赏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2013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决赛日的五个单项冠军争夺战。首先进行的是女子双打的决赛，这是中国队的王晓礼和于洋本次赛会的一号种子，对阵韩国选手严慧媛和张怡娜。在奥运会之后呢，很多老选手他们参加比赛比较少，很多年轻选手多参加一些比赛，他们积累了很多积分，所以这对韩国选手在这次比赛也是位列八号种子，但是他们是在伦敦奥运会之后才开始崭露头角的。在去年的中国公开赛上他们也打进了四强，但是当时还没有充分的引起人们的注意。这个所以球员要一战成名，这个两种方式，一个是你爆冷击败一些名将，比如说这场比赛一小将把林丹给赢了，也大家都记住你了，要不就是大赛，再抓住大赛的机会。来看看决胜局，打对方两个人中间的结合部，这是于洋和王晓礼在昨天晚上对阵彼得森和朱尔的那场半决赛呢，也经受了考验。我觉得昨天看到那个比赛打满三局，我觉得对他们有好处，就是在比赛当中有一定的困难之后，会对他们对决赛的这种心理准备啊，都会困难准备都会更有帮助一些。第二局的开局2-0，于洋王晓礼领先。感觉如果今天像昨天晚上一样，于洋王晓礼如果在这一边逆风的时候多拿点分的话，就对他们就是整场比赛就是后面后半局都会有很大的优势吧。好球，漂亮，连续的抽压对手。而且这个换边，你在这边场地建立比分的领先优势，还不是说下回转过去人家就能，这不是1:1能够交换的，因为我有心理优势。对，现在就是于洋王晓礼往前跟得非常紧，对对对，使劲往前压。因为确实是一到这边的话，你看连韩国队他们其实你起高球的那个几率也会比在那边的时候要少一点。对，接外了，这种风向就是限制了很多的战术，确实。对，就是你完全没办法去贯彻那种战术意图，因为我想打两底线，根本你可能随便一打，要不就半场，就轻一点就半场，重一点就接外。前两天我收到一个短信，说韩国这个教练长得挺帅的嘛，韩国队这个双打运动员一般帅的还是比较多的。李宗秀的夫人也是韩国的一个电视台的主持人。着急了一点啊，其实还可以继续控制，对，继续先保持下压。对，而且感觉于洋王晓礼一到这边逆风的时候，其实他们的速度会抢得起来，因为能发力嘛，然后他们就两个人的速度连贯都能打起来一点。这个球就是
往往里杀下去球，杀下去的球呢对对方有威胁，就尽管你想往那个点挡，但是你的难度很大。好球，这个球应该是张怡娜没有保护对角线。对，如果因为那个颜慧媛她其实已经准备跟进直线了，如果她这个球她没有封住的话，因为也是颜慧媛的反拍嘛，其实很难受的。界内了，这球，这球界内，八比一。双压网再扑，这球可惜。这对韩国女双呢，除了刚才张建文说到的其他特点，我觉得倒是延续了韩国双打那种挣扎能力比较强的，这个还是继承。对，不容易打死，真不容易打死。连续杀漂亮，王安里的杀球还是很重。世界羽毛球锦标赛从2006年之后呢，是改成了每年一次。在当时还不觉得什么，当时是，我很早就觉得这个决定实在是不太好理解。但是在这几年逐渐已经形成公认了，就是大家都在，包括李永波总教练也在说，这个赛事一个世界锦标赛变成一年一届，确实有一些贬值。对这个影响还是很大的。在2006年之前呢，是每两年一届。这样从1977年到1980年是三年一次，然后1983年是第三届，之后83年到85年开始才是两年一届，然后从05到06就开始变成一年一届，除了奥运会年没有世锦赛之外，每个奥运会周期有三届世锦赛，到这一届正好是第20届世界锦标赛。本届世锦赛是在广州举行，那下一届呢将在丹麦的哥本哈根，哥本哈根也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连四次举办过世界羽毛球锦标赛的城市。韩国队接发球没有过，自己的失误。10-2。两个。刚才这个间歇看来对韩国队的影响非常大，他们的注意力没有保持集中。到了决胜局，中国队11-2领先，交换场地。
其实大家看到杜鹏宇啊、潘潘啊，还有王世贤啊，这些中国队的队员都是在看台上看球。我觉得其实比赛打完了输了球也挺不开心的，因为我看到男双组前两天输了之后每天早上都要去加练，一输了球也不能歇着，心情不好，还得体力上还得受折磨。双方的比赛继续进行，中国队大比分领先。换边之后，于洋王小李的心态还是注意，就别着急，别太着急，要拿下来，不要给对方看到机会。对，耐心一点，毕竟还是有很多就很多分的优势在手上。对，慢慢打，对方真是很难追这个。这就属于下围棋里边，你已经是建立起了很大的一个胜势，一个优势，但是要把优势转化为胜势，这是需要一个过程。保持下压，韩国队没机会抢攻。这个球弧度控制得非常好，等于是限制到王小李的头顶区，王小李比较难受，所以他期待这个球能够出界。李东秀应该下回给他，如果他会说中国话的话，给他装一个胸麦，就直接他就把比赛给解说了，每个球都能说一次。他好像会一点。韩国很多运动员都会一点哈，跟我们交流比较多。不过感觉今天那个韩国队这一队打我们中国队的整个感觉，就是他们在发接发上没有我们中国队主动。对，就是他们的发接发上得分率不高，但是我们中国队特别是玉阳发球的时候得分率很高。他们的发球不好。对，就是他们的一到他们发球的时候，他们的发球质量很差，这个总体一看你发接发就不行。对，但我觉得他们昨天打田径赵云磊的时候，他们的发球质量还可以。昨天可以啊。对，每场比赛肯定还是有。而且对手可能也不一样，对他们造成的一个威胁也不一样。这个一换边，风向一变就敢推，对，手上就非常果断。对，立马多了俩点打。很多人都说这个羽毛球要用鹰眼，其实我觉得真的这个比赛当中的裁判判罚它是有一定影响，但不是最主要的。像这次比赛我觉得这个你用高水平的丝线嘛，这种争议就少很多。对，看这发球，环节从发球开始被动。滚网球，半场，扑，漂亮！这球是滚网球，造成对方挑了个半场。玉阳是来自辽宁的选手啊，在很早2008年他就夺得了奥运会冠军。本来2012年呢，他和王小李也是夺冠的头号大热门，但是这真是属于命运多舛。我觉得他跟王小李配对之后，这个大赛上好像运气都要差一点。亚运会他们也输了。对对对。那个到了伦敦奥运会的时候，就简直是背到家了，这就属于。其实对于运动员来说挺残酷的，因为你再坚持四年，是你再坚持四年，现在看还是他们最强，但是这四年。接下来这3年当中还是很漫长的一个过程，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错失一个机会就是人生还是很大的遗憾。现在已经进入这场比赛的收官阶段了，中国队在第二局比赛还是决胜局抢开局抢得非常好，11-4的比分，这个领先换边11很大的优势，现在已经17-5了。其实中国队和韩国队都是在女子双打上有着非常
优秀传统的这个两个队伍，男双女双一直都是产生了非常多优秀运动员和天才运动员。女双这个一波一波的接下来，那一代一代的运动员挺不容易的，也很原来就是以老带新特别明显，像原来南方这个福建还有广州，像关卫珍他们，还有林英、吴迪西、农群华他们那一波，好像就特别明显，一个带一个，一个带一个的。中国在女子双打上的优势已经保持了很多年。啊，在2002年的时候，也就是11年之前，当时中国队在这儿获得尤伯杯，也是在天河体育馆。当时中国的女双已经建立起了很明显的优势。李永波总教练曾经说，我们希望能够把女双的优势保持20年。现在从2000年算起到现在已经过去13年，加上2000年就14年，还有6年，还是非常难的。你从这次比赛可以看出来，人家其他的队在不断的冲击你，但现在还是很有优势的，还是很有优势，就是没有那么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其实当时李总教练，我想他都不一定记得他这么说过。我当时听了之后，我印象非常深，因为我觉得20年是一个很长的一个过程。两个人跑位没有配合好。我感觉这种球确实感觉中国队会打得有点难受。回一个滚网，半场球封网，连续封网双压，对方的防守能力也不错，高了，这个球颜慧媛挡得太高了。现在19-7，刚才已经算过了，在过去的19届世界锦标赛上，中国女子双打只有3次没有获得冠军，除了前2届没有参加，剩下一届就是韩国队吉永雅和张慧玉这对名将在1995年的时候夺得冠军。接下来是冠军点，于洋、王小李将为中国女子羽毛球队夺得历史上的第十七个世锦赛女子双打的冠军。尽管韩国队在半决赛突破了14年的尴尬记录，在决赛的名单上终于写上了非中国队选手的名字，但决赛当中于洋、王小李没有让自己成为对方创造历史的背影。只不过韩国队呢，这次像这对年轻选手还是表现出了球打得非常好看，很有很好的条件，希望以后女子双打的这种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其实我觉得包括昨天丹麦那对选手其实也打得是蛮精彩的，他们是1-2输给了于洋和王小李，对，其实也是发挥得很好。非常快的前半场抽挡，结合一个挡网，连续平抽之后挡网，21-8，王小李、于洋在决胜局是大比分战胜了韩国的严焕元和张怡娜，这样他们首先夺得了本次世界锦标赛的第一个单项的冠军。自从1995年之后，中国女子双打在世界上的优势依然保持着，虽然在去年的奥运会，还有今年的世锦赛，还有2010年尤伯杯，都遭受了一些冲击，但是优势还是很大。对于一个球队来说，14年的时间在决赛里面没有碰到过对手，就没有碰到过本队以外的对手，这也是一种非常，所以今天这场比赛对于王小李来说也是一个难得的经历。在这几代的运动员当中，他们
都有其他的队友没有的这种经历。接下来我们看看赛后他们也很激动，看看姚丽竹对他们的采访。伦敦奥运会后这次又不是会师，我相信背负的压力很大，祝贺你们。刚才你们是怎么扭转那种，因为我觉得韩国选手还是给了你们很大的压力，你们怎么扭转的？我觉得今天的比赛，我觉得最后能够逆转过来，我觉得还是要感谢主场的球迷，还有就是感谢所有支持我们的朋友亲戚朋友。我觉得今天其实打得确实很困难，但是在赛前我们已经做好了最困难的准备，所以今天也很感谢我的搭档，我们两个人一起努力，最后不管再怎么困难都一起把这个压力顶下来。我觉得最后能够卫冕这个世锦赛冠军，我很开心。王小李呢？我比较激动吧，可能无情当中会想到一年前的八月份。我还是很感谢这次比赛我的搭档，包括我们整个教练对我的关心，感谢广东的球迷。好，谢谢，谢谢你们。大家现在看到的是第一个角逐冠军的单项女子双打的颁奖仪式，前四名的选手都已经走进了场内。世界锦标赛的铜牌不再进行比赛，进入半决赛失利的两队选手并列获得第三名，获得铜牌是中国队的田青和赵云磊，还有丹麦队的彼得森和卡米拉朱尔。首先宣布获得铜牌的两队选手，中国队田青和赵云磊。田青是来自湖南的选手，赵云磊来自湖北。彼得森和朱尔在这次比赛里边也获得了铜牌，他们在奥运会上也是获得了铜牌。获得银牌的是韩国选手严慧媛和张怡娜。韩国队时隔14年之后，终于再次站上了世锦赛亚军的女子双打的领奖台。这中间已经过去了好几波选手，这次比赛对于韩国女双来说也是一次突破。好，获得冠军的是中国队无敌组合于洋王小李。现场的观众也是都为他们鼓掌祝贺，希望王小李和于洋在接下来的这个奥运会周期呢能够运气更好一点，能够更顺一点，能够在3年之后在里约热内卢这个夺得本就应该属于他们的金牌。丹麦也是世界羽毛球运动的强国，在过去女子双打这个项目呢他们并不是很强，但是卡米拉朱尔首先在雅典奥运会之前那个周期他就已经崭露头角，在北京奥运会之后年轻的彼得森又顶了上来，这样使得丹麦队拥有了一队实力非常强的女子双打选手。过去他们这两名选手都是打混双的，两个人组合在一起也显示了很强的实力。田青赵云磊曾经在这个体育馆获得过广州亚运会的女子双打的冠军，这一次再次获得一枚世锦赛的铜牌，这一对奥运会的冠军也再次，其实在奥运会之后呢他们已经准备拆队了，这也是他们应该在大赛当中最后一次组合。获得冠军的是中国队的于洋和王小李。
接下来还要由颁奖嘉宾为获奖的运动员送上鲜花。自从中国羽协加入国际羽联之后呢，在1983年第一次参加世界锦标赛的时候，当时林茵、吴迪希就获得了女子双打的冠军。从那之后，中国女双就一直在世界羽坛保持着优势，尤其是在近些年来达到了独孤求败的程度。在本届世锦赛上呢，还有去年的奥运会上，我们看到能够站上领奖台的不仅仅有中国队，也有丹麦队、韩国队，还有日本队，包括俄罗斯的女子双打选手，他们也在奥运会的比赛里边进入了四强，使得这个项目的竞争更多了一些悬念，也更好看一点。这次比赛还特别为冠军制作了奖杯。好，接下来是升国旗奏国歌仪式。再次祝贺获得前三名的四队选手。稍后我们将进入女子单打的冠军争夺战，由李雪芮对阵泰国选手拉查诺。